然后这咳咳有喉咙有点怪怪的，我该不会感冒了吧？这时期感冒非常的你懂的。这个下去，然后这个也 ，OK， 下面那个拉环不用开啊。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应该是这样吧。这个先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个，靠！他们两个同时砍他哦，这么狠心的吗 ？OK， 过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把这下去，嘣，然后把哥布林拉上去，然后哥布林下去，然后水下去，然后主角下去，然后就耶，换下一关 ，next。我想一下，这里的话是这样吗？不对，应该是……哦，他要先下去啊。然后再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。哦 ，I am genius， 我是天才。然后这个先下去。哎，不对，我用错了，对不起。这个要这样子，要把岩浆往这边推，然后就耶，然后就耶。靠，这样有没有拿到啊？你看人家也，他们那宝藏一直挤在这个杆子上面，上去，然后下来把它关起来，然后这个把它砸死，然后下来，耶，这样也算成功哦。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啊，等一下，刚忘记一个步骤。下面杆子要先拉上来 ，OK， 额外关卡都先略过，反正暂时都略过。是这个，然后耶，这个的话嘛，先把这个拉上来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用错了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下去，然后蜘蛛再下去，然后水再上去，然后公主再下来。Yes， 好像有别的关卡哎，不过那之后再去弄吧。刚刚好像有个黄戴黄色头盔那个，那是别的关卡吗？这个拉下来。嗯哼，就这样。哈，然后这边，我想一下哦，先让水下去，然后蜘蛛下去。哎，不行哎，弄错了。先让水下去，然后，哎，不对。还让他被砸死？哎，不对啊！我想一下，是怎样下去？哦，这样子哦，哦是这样子哦。哎，我当初这关我没什么印象哎。反正要让蜘蛛先下去，然后他也一样，他蜘蛛掉进岩浆里面，他哥布林还是会继续追。屌屌哦！然后这个再过去。然后就耶，换下一关，这个嘛，很简单啊，先让把石头这样滚下去，然后他就被砸死，
然后下来，然后就哈。然后这个先这样子。哎，没抓到，可恶，没有甩到。哦，有，这样就有了。那就嘿。OK， 来到了这个156关，然后 Open the door with this lever。Yeah. 其实我看不懂啊英文。然后这个下去嘛，反正就是它有些开关你要让它被，就是有些压杆嘛，开关嘛，你要设法让它被碰到。像这个啊，它就过去啊。然后下去，耶，耶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，哎，拉不动，那个吗？哎，我竟然没被烧到，真神奇。然后这。边这样先下去。哎，是这样吗？哎，对，是这样，没错。然后这个下去。哎，不对，我想一下哦，应该让……嗯？是这样吗？啊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怎么解啊！啊，我知道了啊！哦，他会去追公主啊！我在干嘛啊？想那么多，真的是太笨了我。记得下面的毒气不要碰到哦。这边怎么没有夜啊？看一下哦，这个下去，耶！162关，哎，我智商已经高达130了。哎，可恶，他还没砍死。哎，这样也不算啊。等他确实被砍死再说吧。哎，哎，我这样有过，哎，我这样有过，哎，有过就好，有过就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哦，好不好？一切安然无恙。啊耶！换下一关，然后这关的话，哦，水先下来，然后这个下来。是这样吗？应该是吧，随便啊，青菜啊，可以过就好了。不要 care 太多。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哦，让这个下去，然后这个下去。啊，是这样吗？我随便用的。哈哈。然后换下一关。这关的话嘛。这个先下，先这样子，哎，先，哎，会给一个，然后这个往下压，哎，这不给压，哎，哦，有有，刚是给一个吧，我就刚是给一个，毕竟用手机，我是用手机模拟器玩呀，但是手机模拟器都会有点给一个。OK， 过了。耶、yeah ！好，换下一个，然后这边的话嘛，这个下去，然后这个下去，然后再这个下去，耶、yeah ！来到 level 170，啊哈，这个哦，这边这样子，哦，
耶、yeah! ！把这个，他说我的，我的木头可以被燃烧 ，Lava 是 Lava 好像 Lava 还是 Lava 那个 Lava 是岩浆啊。他说木头可以被岩浆给烧毁之类的吧，应该是啊。然后他这边会被烧毁，然后他这就会下去，然后下面就变成大量的石头，然后我就拿到宝藏了，然后再耶哈，然后这个话让他们一起被烧死吧，然后就耶。然后这个 poison gas 这边有毒气，要小心一点。然后这样子，哎，不对，我用错了，要先他让他下去啊，然后毒气再一起下去才对。好毒哦，好毒哦，超毒的。然后这个，嗯哼，先让蜘蛛被烧死，然后水再下来，然后就耶、yeah!。